这波灵性走位给几分，兄弟们？他看我空了一个 W， 他就直接开点蓝想跟我对平了，但是我会虚他，对吧？不存在会虚他，直接两击单杀你。因为我放个点蓝可以触发我的灵光披风，走位非常快，躲了他一个 Q， 完成一波极限反杀，溜了。AQ，A。W A Q A A 翻墙溜了，他好像有闪吧，应该你好像个奥特曼猪猪侠闪电小子葫芦娃溜了，贵贵差100块钱呢，兄弟们，漂亮，各路线上都传来捷报，跟队友说一下，亚索没啥。WQA 直接秒杀回家。嗯。男枪来了，漂亮啊，男女搭配干活不累，溜了，没事，我可以翻墙，我还可以翻墙，我还可以翻墙，对吧？嗯，小心呐，这里有人呢。哎，我操，这个人细啊，不在草里蹲，斜来一个，再来一个长剑，哇你妈的，这也行啊，哦，这两波好伤啊，这两波我们给他终结了，太伤了呀，给这个亚索一修二了。我们家暴女怎么还推游戏，是什么意思？不是吧，哎，为什么是我在扛塔？不是吧，这也行，推塔推塔，一些塔漂亮，我操，好吓人，差点人没了，得把这个塔推了， ADC 得把这个塔给他磨，哎哎，我操，上当了，下翻下翻翻到人堆里面去了，我操，旁边还有个男枪没发现，这一波我的。嗯，他后面，哎，他后面没有人，为什么敢这么带啊？不是吧，他后面没有人，为什么敢这么带这么深入啊？那必须要杀他啊，石头人拿一个，有人来了，溜了，别吧，你妈这么抓人啊，过分啊，不是吧，不会还来吧，你妈的还来，哎，操了个地界了！团一波，团一波。哎，哎，开始浪起来了啊！
小逼崽子给我打到了吧。小心啊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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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哼，你压的很骚，很骚啊你！还有你，你很骚啊你！队友想打炸龙，那就咱就来一条炸龙，对面死四个，还是一个男枪，打完了，没有眼机会。跪跪，差点给他一，差点给他一脚给他坐死了，吃个屎！哎，这你妈是什么墙？这你妈是苏大墙？操！这是什么墙？哎呦，好气人呐！漂亮啊，到位！你是啥？你是惹菜啊你？这么厉害！我靠，这小伙子还有点秀啊！这个人还有点秀。对面少个男枪，为什么要晃他们？我忍不了了。还漂亮啊！这一波吸收了陈哥的输出，秒了 ADC， 立功了。漂亮，赚了，一换四，嗯。明明男枪不在，为什么怕他们呀？对不对？哎，别搞啊！我靠，你好膨胀啊你！我靠，可以啊，嗯，高地有了呀，就这一波牺牲拿了一组高地，应该是不亏的啊。哎，闪现没了啊，赚喽，没有闪现喽。我溜了，你很骚啊！你真以为我打不过你啊？啊？你真以为我会打不过你啊？我先杀你就属于说提款。嗯。哎，别怕，先杀谁？先杀北地西，
300块拿来。还有两个头，卡莎人呢？卡莎，你还真别说，装备不差的。哎，开大了。飞塔喽！只要能打下就行。可以。